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本周 Costco 的食物和饮料的特价商品。三颗奶油生菜便宜1.5块，减完价后现在卖4.49块，减价至6月9号。彩椒每袋便宜2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4.79块一袋，每袋有6个，减价至6月9号。带茎的番茄每袋便宜2块钱，现在卖4.99块一袋，每袋有3磅，减价至6月9号。黄皮和红皮混搭的小土豆每袋便宜1.5块，减完价后现在卖5.99块一袋，每袋有2.27公斤，减价至6月16号。贝果每袋便宜2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7.99块一袋，每袋有8个，减价至6月9号。有机的牛油果蘸酱一盒里面有12小盒，现在便宜3块钱一盒，减价至6月9号。墨西哥黑莓每盒340克，现在便宜2块钱一盒，减完价后每盒5.99块，减价至6月9号。没有抗生素喂养的三文鱼鱼柳，现在每盒便宜6块钱，卖完为止。没有骨头的猪肩肉每袋便宜5块钱，卖完即止。有机的无皮无骨鸡胸肉每盒便宜8块钱，卖完即止。无皮无骨鸡胸肉每盒便宜6块钱，卖完即止。加拿大猪背腌肉片每袋便宜3.5块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3.99块一袋，减价至6月16号。两个装奶油蓝奶酪便宜3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0.99块，减价至6月9号。香草与大蒜口味的新鲜软奶酪两个装，现在便宜2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6.99块，减价至6月9号。多种口味饼干尺寸的奶酪片现在便宜4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3.99块一袋，减价至6月9号。哈瓦蒂奶酪片3文字尺寸每袋便宜3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0.99块一袋，减价至6月9号。香菜青柠酱2瓶装便宜2块钱，现在减完价后卖7.99块，减价至6月30号。菠菜蘸酱2盒装便宜2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6.99块，减价至6月9号。火鸡和鸡的烟熏香肠2袋装便宜3.5块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3.99块，减价至6月9号。希腊风味的鸡肉串烧1公斤装有8串，便宜4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4.99块，减价至6月30号。雀巢巧克力雪糕1盒20根便宜4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5.99块一盒，减价至6月30号。雀巢巧克力冰淇淋蛋筒1盒18个便宜4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5.99块一盒，减价至6月9号。黄鳍金枪鱼每袋907克便宜5块钱，现在减完价后卖14.99块一袋，减价至6月9号。冷冻车厘子就是樱桃2公斤装便宜4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1.99块一袋，减价至6月9号。纯草饲养羊肩肉火锅肉片便宜4块钱，现在减完价后卖12.99块一盒，每盒有454克，减价至6月16号。4种奶酪的披萨便宜4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2.99块一盒，里面有2个大披萨，特价至6月9号。有机加州风格素食汉堡1盒12个便宜4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2.99块一盒，减价至6月30号。鸡肉培根和烧烤酱的披萨1盒有2个，便宜3.5块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3.49块，减价至6月9号。冷冻的蜜汁蒜蓉猪肉每盒1.5公斤便宜3.2块，减完价之后现在卖12.79块，减价至6月9号。已经腌过的辣鸡翅 Buffalo 水牛口味1袋有2公斤便宜6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9.99块一袋，减价至6月9号。韩式牛肉饺子每袋1.36公斤便宜4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2.99一袋，减价至6月30号。烟熏香肠3袋450克
便宜4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2.99元，减价至6月9号。蘑菇和马苏里拉奶酪意大利口味馄饨，2袋454克，便宜4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9.99元，减价至6月30号。希腊蜂蜜酸奶2罐650克，便宜2.5元，减完价后现在卖8.49元，减价至6月3号。24小盒水果口味的酸奶，便宜2.2元，减完价后现在卖8.39元，减价至6月30号。蜂蜜小圈圈早餐麦片，便宜2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7.99元一盒，减价至6月9号。高蛋白早餐麦片，便宜2.5元，减完价后现在卖8.49元，减价至6月30号。有机水果泥一盒里面有24小袋，现在便宜4块钱，减完价之后现在卖13.99元，减价至6月9号。迷你小麦早餐麦片，便宜2.5元，减完价后现在卖8.49元，减价至6月9号。不含卡路里的人造糖一盒里面有1000小袋，便宜7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9.99元，减价至6月30号。有机太阳晒干无花果每袋1.36公斤，便宜4块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4.99元，减价至6月30号。泰国甜红辣椒酱便宜2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4.99元一瓶，减价至6月30号。意大利沙拉酱2瓶装，便宜3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8.49元，减价至6月30号。有机沙拉配料里面有蔓越莓干、葵花籽仁，还有南瓜籽仁，放在沙拉里面一块吃的，我喜欢就这样当零食吃，便宜3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8.99元，减价至6月6号。黄芥末2瓶装，便宜2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5.49元，减价至6月30号。电解质冲剂一袋里面有30小袋，便宜10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24.99元，减价至6月30号。多种口味巧克力蛋白棒，便宜5.5元，一盒有18个，减完价后卖21.49元，减价至6月30号。巧克力花生蛋白棒一盒18个，便宜6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是21.99元，减价至6月30号。青柠杏仁每袋1.13公斤，便宜4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2.99元，减价至6月16号。这一袋里面有奇亚籽核桃、腰果、纯素黑巧克力，还有蔓越莓干和香蕉干，本周便宜3块钱，减完价之后是9.99元一袋，减价至6月9号。美国出产的照烧口味牛肉干便宜4块钱，减完价之后是10.99元一袋，减价至6月30号。生日蛋糕酸奶椒盐卷饼便宜3块钱，减完价之后卖8.99元一袋，减价至6月30号。蛋白质耐嚼棒一盒有30根，便宜4块钱，减完价后卖15.99元一盒，减价至6月4号。燕麦巧克力棒一盒有30根，便宜3块钱，减完价之后现在卖9.99元一盒，减价至6月9号。耐嚼巧克力棒一盒有40根，便宜3.5元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2.49元一盒，减价至6月9号。红萝卜糖霜蛋糕便宜2.5元，减完价之后现在卖8.49元一袋，减价至6月9号。多种口味酸奶耐嚼棒便宜4.5元，减完价之后现在卖13.49元一盒，一盒有40根，减价至6月30号。圆形玉米片便宜2块钱，减完价之后现在卖5.49元一袋，减价至6月30号。多种口味高蛋白饮品一箱12瓶，便宜5块钱，减完价之后现在卖14.99元一箱，一箱有12瓶，减价至6月9号。轻度烘焙蛋白质咖啡便宜8块钱，减完价之后现在卖31.99元一箱，
一箱有18盒，减价至6月30号。深度烘焙蛋白质咖啡一箱18盒，便宜8块。减完价之后，现在卖31.99元一箱，减价至6月30号。红牛能量饮料一箱24罐，便宜9块钱。减完价后，现在卖33.99元，减价至6月9号。无糖能量饮料一箱15罐，便宜5块钱。减完价后，现在卖19.99元一箱，减价至6月23号。天然口味能量饮料一箱18罐，便宜6块钱。减完价后，现在卖23.99元一箱，减价至6月9号。能量饮料一箱18罐，便宜6块钱。减完价之后，现在卖23.99元一箱，减价至6月9号。优质补水运动饮料一箱18罐，便宜6块钱。现在减完价之后，每箱21.99元，减价至6月30号。多种水果口味苏打饮料每箱15罐，便宜4块钱。减完价之后，每箱15.99元，减价至6月30号。意大利奶油芳香全豆咖啡便宜4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3.99元一袋，减价至6月9号。榛果香草口味全豆咖啡便宜4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2.99元一袋，减价至6月7号。雀巢浓郁即溶咖啡便宜3块钱，减完价之后每罐卖9.99元，减价至6月30号。研磨咖啡1.21公斤便宜3块钱，减完价后每罐9.99元，减价至6月30号。中度烘焙咖啡一箱80杯便宜9块钱，减完价之后卖34.99元一箱，减价至6月30号。轻度至中度烘焙咖啡一箱100杯便宜8块钱，减完价之后现在每箱卖35.99元，减价至6月16号。狗粮一箱36罐便宜9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36.99元，减价至6月5号。鸡肉狗粮每袋22.7公斤，便宜10块钱，减完价之后每袋38.99元，减价至6月30号。羊肉棒狗粮每袋便宜4块钱，减完价之后现在卖14.99元一袋，减价至6月30号。生日蛋糕口味的狗饼干便宜5块钱，减完价之后现在卖14.99元一袋，减价至6月9号。超凝结猫砂每袋19公斤便宜5块钱，减完价后现在卖17.99元一袋，减价至6月16号。今天的节目就先做到这儿，谢谢您的观看。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，请点赞、留言、订阅，下回见。